我是可以炸的，我是可以炸的。我们先复制也不一定要有，好吧？先复制也不一定要有。哎，最后时间了，最后时间了。不行啊，我在那里，那个九大巨人也都会来打我啊。我在这里，九大巨人也会来打我，所以我们要等九大巨人结束。哎呦，巨人，巨人，巨人哦，巨人狂追小雨。我觉得先巨人之力先不要捣乱他们好了。巨人是一个影响战局很大的，我们就在这边看戏。啊，有可能会踩到，有可能会踩到，踩到，踩到，踩到。啊，巨人踩到没事。啊！用三叉戟是不是？好像也不错哦。我们看看，我们看看。三叉戟，忠诚，铁。顺便来偷打我。国王宝石回去了，刚刚有国王宝石的意外哦。看看，哎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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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头棒喝，还蛮痛的，看屁呀、啊，还看，他在挖呢，他在挖呢，他在挖我的远古遗骸呢，我这肯定要做事的吧？嗯，这肯定的吧？你在冰上啊？我觉得我这样很公平的，有没有？反正我可以狙到谁就狙到谁啊。那你越靠近中间，就越是我的了。你敢挖？你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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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挖？他挖一个，我就射一下。挖！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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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得死！他得死！他得死了！还不死哎、欸！给他挖掉！给他挖掉！挖掉了！你挖掉你也得死！不，没中。等等等等，狙击。哎，我两把，对不对？射两把。狙击。哎，射到射到射到，雪球。哎，怎么雪球？哎呦呦呦呦！等一下，他在炸气哦，他在炸气哦。哦，活该活该，哦，气死气死。他在炸企鹅啦！我要回去，我要回去，垫脚石回去。我觉得我要守住在这里的企鹅了，我受不了了，我受不了了。蓝队，请用企鹅以外的，企鹅守护者，我要站在企鹅上，我站在企鹅上，我守护企鹅，我守护企鹅。迪叔是要烤企鹅，我烤他啦！我烤他啦！太过分了，太过分了！救你，救你，救你！企鹅，企鹅，企鹅！弄企鹅，弄企鹅！你再用企鹅！这真的不行呢，不行呢！保护企鹅，保护企鹅，保护企鹅，交给我！我觉得我现在蓝队。我前期都帮蓝队帮很多了，对不对？但他们居然想要利用企鹅来赚取分数，我觉得这点非常的非常的可耻。不行，开场就说了，谁用企鹅我用谁，企鹅是底线，对，企鹅是我们最后的底线。但是狙击也是可以试试看。哎呦，这不好狙呢。哎，好像有，哎，中。哇，nice！哎 好猛哦！狙击狙击！啊，歪了，手抖一下。哎，居然不够高！狙击中！嘿 中！
有，我这样还是有在帮哦、喔。他们笔数差不多了，所以我们不能太乱来。对啊，蓝队忘恩负义呢，那动企鹅，做人的底线。蓝队又使用凋零巫术了，蓝队因为一直分数是弱势的，所以灵魂点数特别高，很强大。哎、欸，他们觉得有问题也可以打字，他们没有就觉得应该是还蛮 OK 的，我们的底线还是有的，底线还是有的，成功让场上变得那么的焦灼。为了守护器啊，我们远远的狙击，远远的狙击，这最好狙得到嘞。开启锁定啊！哎、欸，其实好像有到他那点，只是有没有我射到？我要看他三秒后的世界。那三秒后在这里啊！你走那么慢，哎，太难了吧，太难了！哎呦呦，哎、欸，中了，中了，中了！中了，我虽然没看到，但尖刺，好扯好扯，三秒后的世界有看到哦，锁定，哎、欸，他怎么扭了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好难哦，哎、欸，三叉戟的概念完全又不一样了。啊，这边不管，那边是分数区，发发，我发在给我对哦。对枪对枪，你扭哎、欸，居然往左，再扭再扭再扭啊！你中，对枪对枪，你再对你再对，嘿，射你头中，哎、欸，国王宝石国王宝石国王宝石掉了，国王宝石掉了，我们要先离开看一下看一下，国王宝石掉在哪里？掉到蓝队那里。这一波如果拿回家的话，胜负啊，可惜啊！这一波如果他成功拿走的话，其实胜负就有差不多一定了啊！剩下最后100多秒了，回来了啦！你以为有这个就没事了吗？我会炸的啦！哎、欸，光宝石又掉落了，我不知道那是露米，我以为那是爸爸。没有，卢米，这真的是你害的哦，你害发的哦，你害撸的哦。啊！哎呦，等一下，我就快切不回了。这要怪爸爸哦。哎，我们怎么只剩一把了？布置一下。意外意外，这可原谅吧，我远远的我看不到 ID， 对不对？我也想说爸爸还很勇敢的在那里等着我回来，要继续跟我对枪，我就直接炸烂他，不讲武德，结果没想到是露米。哎呦，然后比数差不多，其实还是很不一定的、啊、而且你看好不好，红队自始至终没有伤害任何一个可爱萌萌的企鹅，蓝队有，所以蓝队坏坏 ，bad bad， so bad so bad， 来企鹅狙击去哦，哎、欸、没中，欸、那是 Bobo 嘛，那是 Bobo， 哇 ，Bobo 好很远呢。我很扯呢，等一下，哦，好，守卫，我还想说，是不是有敌人又想要用企鹅？我肯定气炸天，嗯，哎、欸，米菲要倒喽，米菲这场其实倒很多次呢，哎、欸，我炸企鹅啊，不会吧？没事，没事。哦，那 biu biu 很欠炸呢，很欠炸。嗯，最后时间了，最后时间了，最后时间了。哦，蓝队国王宝石掉了，可是最后时间了，他们应该也运不回来。我要去找波波。哦，这里国王宝石区，那我还是别好了，我不要了，我怕影响到什么。世事难预料，剩十秒，剩最后十秒。你看，巧克力自始至终中立到底，完全没有干扰。完全没有干扰，刚刚那个国王宝石拿不起来，
为什么？为什么 ？bug 吗？神秘 bug 啊！红队险胜险胜！TNT 耶！还来不及花掉哦！哎呀，剩下的钱，哈基还有5块600块哦！我想要走哪里 TNT 啊？准备来玩了，结果时间到了，时间到了，我有3600。哎、欸，宝石拿不起来，真的、哦？那可能最后那一颗不知道为什么捡不起来。没有没有，我们每一颗都拿不起来。那应该是神秘的 bug。我最初不是把米菲炸死了？对啊，然后我就拿不起来，我想说是不是没办法，时间还没到吗？那应该是新的神秘的 bug。嗯，间谍，哼。啊！可是我们捡到了酷酷的三叉戟、啊。你们捡起来自己的吗？你们没有捡到我们的嘛？对不对？就好像只有国王可以捡回自己的。国王自己捡起来。对、哦。可是这不晓得是因为多了第三方影响到，还是应该感觉不会影响到吧？应该跟第三方。对、啊。不是，我要抗议第三方太扯了。哎、欸，我才要抗议！你们不给第三方尊重，他们炸我的领地。我在跑酷，然后 Numi 直接把我的领地炸掉。你知道一开始我想说，我就在冰上，超过冰上我不打。然后团团好像就有发现，他就进来打我一下，又出去；进来打我一下，又出去。我就好气。伯伯怎么了？那你为什么直接追到人家家里门口包？没有，我感觉你脚下有冰块啊！我看错了是不是？我看错了，我看错了。伯伯有不同的领域。伯伯领域。啊，因为一开始红队领先，所以我就想说，哎、欸，红队绝对不会放过，只要经过就打，然后叫他们都绕旁边，很快。有感觉到。然后后来有一个人在那边炸企鹅。我就直接踩在企鹅上面去打爆他，迪叔阿汪，我就想说，我正在帮蓝队，他还在那打企鹅，哦，他在打企鹅，我说企鹅，他就是企鹅守护者，我最后就直接在企鹅上不管了。直接守护企鹅，守护企鹅最企鹅。我想说，你看红队的企鹅都这么可爱哦，蓝队的都没了，蓝队都把它破坏掉了。打得刺激刺激，好笑。你要那边地中立这边讲说怎么有500分的，那时候我超心虚的。有那两队都有去讲，两队都有去讲，因为。那个不晓得，很多人不知道那个间谍任务，我也没当过。嗯，我也没当过。我也没想到是你啊！哎、欸，你心虚什么啊？我很心虚，你在那边问的时候，因为就是他，对，就是我。那你的任务是什么？哎、欸，对啊，间谍先挖3个玉髓。对，缘故。哦，所以你一开始在那边挖，小雨还在陪着你。对啊，我还帮雨哥去挖。他离我的优异。那迪叔的任务是什么？也是一样啊！啊，你怎么做不到啊？因为我跟你说，我第一次我不知道他有任务，然后听你说哦，他有任务，我看一下，哦，也是哎，好，我第二波就开始去挖，可是我被拦截了。那就没办法，你怎么被拦截了？被拦截了。知道了。而且我们发明一个词，什么词？那个以物易物，由米菲的念字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什么东西 ？You yo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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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ou。已经知道你讲什么了。You yo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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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ou。那我要讲一波，那个我炸死 Lumi 是个意外，因为那时候我在当企鹅守护者，发在跟我对枪，然后他就是放那个障碍物，他就放那个墙壁挡住，然后因为那时候你们那个国王宝石掉嘛，我就切旁观去看。然后哎，国王宝石捡回来，我就回来，然后发现哎，那个墙后面还有一个红色 ID， 我就想说，发乖乖等我回来，我就炸爆他，然后就我炸发现是卢米。
我很难过啊，你在那边看东西，然后我就说龙你不要在那边看，他在丢炸弹给你。我以为你在那里等我回来对枪啊，结果没想到你变了。那你是两面的仇人啊。我就只看了一个红红 ID。会的意外之渣，哎，意外意外，该团结了，该团结了。那你知道杨将版本吗？不用不用啊。哦，你说国王宝石问题哦，那就国王宝石问题利率会有。对啊，如果你等一下要那个放那个，就测试啊，测试啦。嗯，好。反正等一下是保卫模式，还好啦。OK， 厕所。哎，我要去。到底谁是间谍哦？好扯哦 ，B O B O， 那个间谍还推给杰克哦，杰克都回家了。哎呦，杰克